除了四位导师即将为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卖力吆喝，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的人气歌手吴莫愁和李代沫也出现在摄影棚内，作为学员代表为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助阵。造型一向前卫时尚的吴莫愁带来了不少秘密武器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双鞋子了，因为我觉得这双鞋子非常酷。它一个呢是很有这个古代那个格格的风格，刚才拍摄花絮要拍一个很激烈很 rock 的这个跳的动作，然后他们问我，哎，会担心啊，你穿这个鞋会不会摔倒？我说没问题，还是出来效果确实非常好，非常稳。第二季中国好声音烽火已经正式燃起，更多实力超群的好声音将在这个夏天被人瞩目。对于来势汹汹的第二季好声音学员们，吴莫愁和李代沫对自己未来的发展绝对信心十足。所以我不会担心会有人超过我，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。哎，我是非常享受浪花打在我的身上。什么时候快一点播出，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是非常非常期待的。所以好声音是一个大家庭，我们等待着我们的新的兄弟姐妹。